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天气算晴，但是阴沉蛮厚的。那索性呢，今天就好好整理一下草莓吧，因为草莓自从得了花粉病以后呢，也有一段时间了，然后顺便去观察一下，到底我用我的土方法有没有办法救治它。今天的工作重点就在草莓，那草皮要不要再继续割呢？当然要，但是总是要尝试一些每天不同的工作，免得造成了一个所谓职业倦怠感啊。反正工作是可以适时的做一些调整，自己今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在农场里面呢，其实事情很杂很烦，那你不妨挑一些今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去做，反正工作永远等着你去做，不可能有别人帮你抢着先做完，所以今天呢，我就让自己轻松一点，我们来去做一下草莓的种植跟管理，那这是今天主要的工作。那因为草莓有两区，所以也是需要蛮长的时间，但是今天的工作最主要就是草莓的管理跟整理咯。 OK， 好，大家好，还是要看一下疫苗的情形啊。这是青葱，它已经冒出头来了，这个就是一个乐趣。所谓种葱呢，我们最主要的乐趣就是看它的一个成长过程。那葱倒是长得很好，但是香菜的部分呢，倒还没有看到动静。倒是前面的这个，这个应该是我的辣椒，已经茁壮了。那还有在前面的这个是我的，这应该是苋菜的部分，也不错，长得非常壮硕。那再过来这边是我的盐叶莴苣，那这个部分呢，也开始在长大了。那盐叶莴苣我现在的做法是疫苗以后呢，等它长得差不多要植入定植的时候呢，我就再开始疫苗，因为这样就可以生生不竭。那这个本身来讲呢，这个也是在告诉大家，其实种菜并不是很难，但是在自然农法或者生态农法上面，我们就要考虑采用疫苗的方式呢，会比较恰当。那这边呢都没有动静的是，我的黄帝豆跟薏米，所以这个薏米到底要怎么种才是对的？这个，可能还要再研究看看。以前的发芽率很高，但是这一次买的种子是在种子行里面的，买的，所以感觉不是很好。虽然很想种薏米，但是它的存活率其实有点偏低。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白粉病的所谓草莓。那这几颗是因为得了白粉病，让我把它隔离出来的。那如果你不用心看，感觉上应该是还不错，但实际上还是有一点点的病虫害在里面，像这一个可能这一个地方你看到了，这都是应该是属于白粉病，还没有根除。那因为白粉病本身是一个真菌，只要你让它通风，还有不要让它太潮湿，理论上真菌是蛮难生长的。但这里面还可以看出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点，但整体上面的改善已经很多了。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除叶，因为它本身会生长在比较老旧的叶子上面，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倒是可以把叶子摘除，然后新的叶片呢，去做一些处理。像这一颗就算蛮严重的，但它本身新叶还是继续长。那唯一的方法，你就让它很强壮，然后再摘它的叶子，然后让它
慢慢的变少。但这个通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草莓林如果定植了很多的时候，你要考虑到的是一个通风环境。所以我这一次的网子呢，我就变成只排一排，我现在不排两排了。这也是因为我考量到，如果你得白粉病，那其实是很辛苦的，所以我现在都改成单排的方式。那虽然排的盆数不会很多，但最少可以抑制一些白粉病的发生。OK， 我们现在准备来对我的草莓一区呢，进行管理，也就是要施肥啊，还有定植的一些作业。OK， 我们要工作去咯。好，大家好，草莓的整理最主要就是要想办法把草莓的一些生长的比较差的叶片的把它摘除。那这边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草莓呢，它在整理的时候重点，像这个现在我把它的旧叶片都拔除以后，其实你会发觉它很漂亮。那其实草莓是非常怕阴暗潮湿还有不通风，所以当它的叶片过分的多的时候，就想办法把垂下来的叶片都摘除了。那这样你就可以保持着它的茎，因为它的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草莓生长点。如果你能确保它的茎很强壮，那这颗草莓在秋天的时候开始结果的时候，它就会结得非常好。OK， 这是题外话，也让大家知道一下，你在整理草莓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让它的茎部呢冒出来，这是重中之重。OK。这是我们对题外话的草莓的管理，做一个介绍。